社区运动大会，运动员进场。来了来了，首先进场的是全校最天真可爱、活泼善良的小朋友，踩着整齐认真的步伐，迎着灿烂光辉的朝阳，我们将要展开这一天庆祝龙峰诞生的序曲。祝贺龙峰国小校运昌隆，祈愿龙峰妇幼发展蓬勃。请在场的来宾们高举您温暖的双手，给我们这群可爱的小小兵们一个最热情的